你好，我们这还有亲子装需要试一下吗？好啊，那我们不用了，他只是孩子的爸爸。孩子上幼儿园后，丈夫和我摊牌。怎么又喝这么多啊？我去给你弄醒酒汤。想用净身出户换自由，我们离婚吧，去追求真爱。我用一晚去品了品这扯淡的生活，就答应了。其实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，快来吃饭了。只是不用再做他的饭，最后更不用看着他要应酬的消息，傻等一夜。他也如愿以偿的找到了自己的真爱。他的抚养费很准时，多么可笑的心事。孩子奶奶也会时常帮忙照看，我晚上来接他。不着急，你慢点开啊。他也会经常约我带孩子一块吃饭，多吃点肉。只是喂，我大姨电话为什么不接？我饭都做好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哎，我在外面应酬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快过年了，一会儿去给孩子买几件衣服吧。嗯，好。他脾气太大了，不想回家听他唠叨，还是你以前脾气好，从来都不跟我吵。这或许就是风水轮流转吧。你要拿自由去换所谓的真爱，也不过如此。